别坐你妈腿上了，坐凳子上。我就要坐我妈妈腿上。嗯，没事妈，就爱腻着。哎呀，奶奶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坐你妈腿上了，坐椅子上啊，你妈多累呀。我就要坐我妈腿上。好，该做饭了啊。我这刚待一会儿，云姐，您这几点呢就做饭？您看看，才3:30。早吃早利索呀，是吧？你早吃还早饿呢，啊，回半夜就大宝他妈，快起来，我饿了，给我做点什么吃，是不是您？那不行，我饿呀，真是。所以晚吃点好啊。哎呀，做饭去，做饭去。行，来，立夏，来，再回家。立夏啊，姑太太那故事多了去了，来吧。姑太太给你讲故事，快去上姑太太。姑太太故事可多了。嗯，那您呢？小子，一会儿给你端过去。好，是吧？端过来了，有蜗牛。姑奶奶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这个呢是那个蜂鸟，你跟你说话呢。哎，这蜂鸟，知道吗？翻过来呢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你在那发什么愣呢？啊，坐着干什么呢？做没做饭呀？跟你说话呀。大宝，姑奶奶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她这不是摆明就撵我走吗？我多大人，我看不出来呀。就姑奶奶这事儿，你说你这一天一天的，我这回家水没喝一口，屁股没沾椅子呢，这就又来了，还总说人家姑奶奶跟你过不去，我看是你跟人姑奶奶过不去。我在你们家啊，这段时间我忍气吞声呢，我做什么事我都小心翼翼的，我就怕得罪这个得罪那个，我还得顾及所有人的感受，我这是过日子吗？我提心吊胆的过的。那你跟谁嚷嚷呢？这关我事儿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事儿要怨怨你爸。谁爸呀？你爸。不是你爸呀。反正跟我没关系，不是我惹的事儿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要是解决不了，咱俩这日子没法过。没法过什么意思啊？要离呀？哎，不是，你扔我东西干什么你啊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要跟我离婚是不是？就因为姑奶奶这点事儿？不光是这点事儿，还有咱俩之间的事儿。哎呀，这我感兴趣了，咱们俩之间什么事儿啊？说说吧。你这段时间你关心过我吗？啊，你回家你就往沙发这儿一躺。哎，你记不记得那天我说我腰疼，我在这儿躺一会儿，你不让，你让我在边上坐着，还让我帮你数钱，你在这拿脚丫子跟我说话。你别给我扯那没用的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跟提出来跟我离婚，人家可说了，女的提出来100%是后边有人了，你是不是有人？谁说的呀？我们单位一大姐。那都离两回婚了，每一次都是有人了之后提出来的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啊！我就想知道你那下家是谁，是不是姓丁那大夫？我这天天长城13陵八达岭，累得个臭死，你在家都给我研究出新线路来了，你能不能别胡搅蛮缠？这事儿你要是能解决，你就解决；解决不了，我就回家。什么时候解决完，我什么时候再回来。你回，你回家，你回去就别回来了，就离。朵朵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是啊，我爸呢？你爸最近又添新爱好了。什么新爱好啊？你可别吓我。跑步，这个爱好好啊。跑步啊？不，你关键这才几点呀，就跑步去了？呀，下了班就跑，绕咱旁边的湖，每天跑5圈呢。哇，那挺好呀。啊，这样多好啊！啊，你这锻炼身体，这样他睡眠也解决了。是，不影响你，总比那个抄那个强吗？那当然了，他最近睡觉我打呼噜了，是吧？
兰妈，跟你说个事儿哈，我今天晚上在家住了啊，不回去了。嗯，我可能这段时间都在家住。怎么了？我不是每天坐八路公交车去上班嘛，然后现在呢，他们就挖那个煤气管道，弄了那地上挖的乱七八糟的，然后我每天坐车都迟到，那车现在就不定点了。我一想，咱家不是离单位近吗？啊，在家住一段时间。哎呀，你在这儿住，那孩子怎么办呢？哎，不是他爸爸奶奶在家呢吗？没事儿。啊，妈。我跟你说啊，夏夏现在不是学舞蹈的吗？那舞蹈老师啊，都夸她跳得好，说她有天赋。哎呀，你这不变相夸你自己吗？随你。行。那科科搬出去以后，那屋里没她什么东西了吧？基本上没什么了。那行，那我就进去收拾收拾。行。好。去吧。豆豆，用不用我帮你啊？不用，没事。Can I have your name? 万小千 and 万景秋。是的，预定了两间。Okay, I see the reservation record. May I have your passport? No problem. Right here. Oh, yeah. Here you are. Thank you.哎呀，总算到了。这房间还蛮大的嘛。是啊。哎呀，过去啊总是在电视上报纸上看报道，可是啊飞机一落地，变化真是太大。那爷爷啊，那这里之前什么样子啊？哎呀，以前都是胡同小平房，还有大杂院。哎，胡同，算了，一句两句跟你说不清楚。OK。Anyway。哦，对了，爷爷，我在回来之前已经跟有关部门联系过了，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地址。现在等一下我就去户籍部门再去核实一下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哎，爷爷，你坐下，你坐下，都飞了那么久了，您不累呀？我办事您放心。我呀，一有消息立刻会通知你的，你就不要跟我去了，好好休息吧，听话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我先回房间了。你小心点啊。啊。我们刚刚看完的是十三陵的石像生啊，有骆驼，有大象，哎，小伙伴，打电话，哎，是吧？有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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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客气。
来，科科。姐夫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怎么这燕子回家跟我说，这下岗的事儿本来是燕子下岗，然后没你什么事儿，然后你把燕子给顶了，你替他下的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就这事儿啊，挂了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。你要不跟我说实话，我问我姐姐了啊。你问什么？你姐，你姐不在家。那她去哪儿了？上你爸你妈家了。怎么回事？你们俩吵架了？行，挂了挂了，有点费钱去。来来来，咱继续往前走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跟着我走啊！马上我们就出去了啊！啊！啊，妈，我回来了啊！科科回来了。啊。哎，我姐回来了吗？在房间呢。哦。姐。嗯，你怎么回来了？燕子没跟你一块回来啊？你先别问燕子了，我先问问你吧。啊，你怎么回家住来了？哦，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正好回来养一养。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跟我姐夫打架了？打完架跑回娘家住来了？没有啊。没有？你看着我眼睛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。我跟你说，你别跟爸妈说啊。你说吧，我们俩可能过不下去了。过不下去了？因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楚的，别问了。反正你知道，我们两个本来就不属于一个人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不是你坐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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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姐。你跟李大宝过了这么多年了，啊，李夏今年几岁了？你现在说不是一路人，你不觉得这话说的有点晚吗？也小点声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外头有人了？你滚！那就是我姐夫有人了。哎呀，你别胡说八道了，你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燕子他们单位下岗啊，本来没我姐夫。应该燕子下岗，我姐夫替他下了。真的？对啊。燕子跟你说的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他现在什么都不跟我说。所以你说这节骨眼儿，你跟我姐夫提离婚的事儿，咱们是不是太亏欠人家了？不太合适吧？哥哥。如果你说这事儿是真的，那亏欠也是你们两口子亏欠他的。到时候你们想怎么还，那是你们俩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但是我们俩过不下去这事儿，这是我们感情的问题，两码事儿，别往一块儿扯。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啊你？你那个心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狠了呢？我狠？我有李大宝狠吗？你都不知道。他老早就威胁过我了，说你要再怎么怎么样，我就不跟你过了。他也说过这种话。姐，你知道什么呀？姐，到底有什么事你跟我说行不行？没关系，没事。回来了。情况怎么样啊？嗯，现在有一点点小变化。什么变化？李奶奶现在那个胡同已经拆迁了。拆了？哎，不，那她搬到哪儿去了？哎，爷爷你别着急，我呢已经在派出所打听到李奶奶的新住址了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，那她住哪儿啊？他现在呢是跟他弟弟的儿媳妇一家人住在一起。弟弟的儿媳妇？而且还有一件事儿我要告诉你。什么事儿？李奶奶的婚姻登记一栏上一直写的可是未婚。嗯，
那他一直就没结婚？我不知道，反正是那么写的。哎，那既然知道地址，咱们马上去吧。阿姨，你坐下。不，哎呀，等一下嘛。等什么呀？我们都等了几十年了。你们都多久没见面了？咱们就这么突然闯过去，多唐突，多不合适啊！我是想着先可以跟林奶奶的家人取得联系，然后咱们再过去，对吧？哎，也好吧。哎，你得抓紧啊。Yes, sir。妈，哎，我爸呢？睡了。这才几点也就睡了？这就是锻炼身体的好处，早睡早起。哎呀，这个挺好。妈，我看你跟我爸一起锻炼锻炼得了。去，我可不行，别说跑五圈了，跑一圈我都坚持不下来。哎，朵朵啊。嗯。你这回来住这么长时间了，这大宝怎么也不出来看看你啊？哎，他工作挺忙的，今天长城，明天故宫的，哎呀，团儿也多现在，不过挺挣钱的。嗯，这要是原来你这一回娘家他就跟着你，现在倒好，也不怎么回来了。过去是过去，现在是现在嘛。朵朵，嗯，你们俩不会有什么事儿了吧？啊，那有什么事儿啊？没事，你可别乱想啊。哎呀，你说你总在娘家住，这李夏总让奶奶接奶奶送的，多不合适啊。哎，行，我再住一段时间我就回去啊。别说了，赶紧看电视吧。算了，我也不看了，我也累了，先睡了。那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你也别熬太晚了啊。嗯，快睡吧。来了。哎呦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不是都给你问了吗？阴魂不散了。你进来，进来吧。哎，呦，别关门啊！还一个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哎呀，哎呀，好上了！啊，这不来专程感谢一下你这媒人来了吗？嗯，那你俩这来感谢我来了，什么也没拿，空着手来的。咱俩这关系，我花得起，开啥玩意？也对。哎，你一个人来吃饭啊？妈，嫂子呢？没在，干啥去了？你不是个八卦的人啊，亚玲。问啥呀？不，我上个厕所呗，憋我一路了。去。哎，看你这人，一到人家就来上厕所。记得冲水啊。哎。哎，你别说，你说的还真对，这人啊，真是得接触。这不接触不了解啊，这一接触啊，真会过日子，对吧？你还记得咱们厂发的那劳保用品吗？嗯，那手套，一摞，全是新的。那鞋，
一排十几双。留那个干嘛呀？那也不值钱呀。我也问他呀，我说你留这个干什么呀？那他就说了，万一哪天能用得上呢？我的天哪，真会过！一分钱掰成四瓣花。那他这么会过，你们俩在一起，他给不给你吃饱啊？吃饱挺好的。啊？挺好的。哎，你都不知道他攒了多少钱。多少钱？行，雅玲啊，你连我你都不告诉，立场不一样了。你别忘了这摇钱树谁给你找的？闹啥呢？有说有笑的。那能告诉你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你俩坐着看电视吧，我把饭吃了。你把电视打开啊。啊？你把电视打开。不给拉小手，不给看电视。注意点啊。这是我们家，你要是看着碍眼呢，你吃完饭你上你妈那待会儿去。